大家好啊，我是 Wax 啊，今日咧就同大家示范呢个魔术嘅。首先咧，叫观众咧洗练咗呢副牌佢先啦。跟住咧，我会喺呢副牌嗰度咧攞部分牌咧，要嚟玩呢个魔术嘅。大概咧攞16只牌左右啦。其他牌咧就唔爱噶啦，咁咧我会将呢16只牌咧分成四份嘅，另外咧我会将某啲牌咧反转咗佢嘅。四份牌咧都每样反啲咁啦，好啦，跟住咧我会将佢咧将其中两份牌搭埋一齐嘅，变做两沓牌。咁咧，观众而家咧就可以喺呢两沓牌度是但拣一沓啦。假设系呢一沓啦，我会将佢反转。然后咧，我会将咧两只手嘅牌咧逐张逐张咁派嘅，梅花间竹，每只手牌一张，每只手牌一张咁样。你会见到咧，而家啲牌咧有啲牌系向上，有啲牌系向下嘅，乱晒龙咁样噶、哦。如果我觉得不够乱的话，甚至可以叫观众帮我开开它。同埋我会可以这样洗乱它的。真的好乱啊。好，跟着我会将它分开四搭啦。务求将次序完全洗乱晒的。甚至而家将佢反转、反转、再反转，但系当我摊摊手指嘅时候咧，神奇嘅事情就发生啦！你会见到咧，咁乱嘅牌咧，只有四张牌咧系向上嘅啫。而呢四张牌系咩嚟嘅咧？就系、是、魔术师最中意嘅 Ace 啦。只有呢四条烟系牌面向上嘅啫。几经辛苦，终于找到呢四条烟啦！呢本书咧，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噶啦。今次想同大家讲嘅咧，就系想话俾大家听，以前我哋学魔术系点样学嘅咧。其中一个途径咧，就系睇书啦。如果睇书嘅话咧，咁教学书里面咧就有啲图片嘅，下面咧有啲描述啦。咁主要系睇图片，跟住看图识字嘅，同埋咧主要解释个操作嘅啫。咁所以咧就冇咗演绎嘅，甚至有啲手法咧睇图片咧都未必咁清楚噶。而家喺 YouTube 睇教学片就方便得多啦，仲要系免费嘅添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赞好和订阅啦。订阅制隔离那里有个钟仔的，按着了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。订阅是不用付钱的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